我想在你这存点钱。我又不是 ATM 机，找我干嘛？嗨，懒得跑了嘛。那行吧。你给我明确什么意思？我想要存款多一点，退休提前30年。你的人生也得提前30年。Alpha Boss 点醒迷惑生命。昨天下雨，今天有没有人一起去抓知了？哎，我去，还抓呢！把知鸟抓灭绝了，就没有夏天了。就是，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鸟在声声叫着。哎，这么善良，巴黎圣母院怎么没见他俩敲钟呢？ Alpha Boss 点醒迷惑生命。你们公司做养生床吗？不是养生勺子，我没买过。别信这个，智商税。我这勺子健康材质，不溶于水。你这奇怪东西会有人买？没钱别废话，看你买不起。我要是买怎么办？我这么一副，嗨，我可没你这个不孝子。Alpha Boss 点醒迷惑生命。我就一张牌了，快压牌呀，快去撕了！我没牌呀，你那么多牌，一个 K 都没有。我没 K， 我没 K， 我没 K。带着你的烂梗，滚出去！阿尔法 boss， 清理有害垃圾。这样就出门了。我下半夜是参加漫展呀。穿这个怎么了？挺好看的呀。好看个屁！没教养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怎么还骂人呢？好笑，他穿出来就是给别人骂。看来你经常在家偷偷穿哦。阿尔法 boss， 清理有害垃圾。哎，你把矿泉水倒了干嘛？我不是倒，我是放生。你脑子没问题吧？放生矿泉水？矿泉水里有细菌和微生物，怎么不能放生？你这是在浪费水资源。不懂别乱说，别拦着我积攒功。真是奇葩开的话，又气又冲。阿尔法 boss， 清理有害垃圾。上个月连续加班10天了，是哪位小可爱？我道歉，公司200电费，待会儿补上。少总，你怎么这样？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你这良心没了。那就赚得更多了。阿尔法 boss， 美好在你身边。你看看这个老板太帅了，你能这做完吗？你一个好色之徒，人不好色好什么？好好用吗？阿尔法 boss， 美好在你身边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校总，我们部门新来的实习生每天打扮得像朵花一样装。关你什么事儿？惹到你们两个毕了吗？阿尔法 boss， 美好在你身边。是不是该绩效考核了？这个月手头有点紧，给什么呀？凭什么要工资？我们不干了！团队协作，满分。你可真是个严格的老板。我太难了。早操做了吗？你是不是没梗了？啊、你过了集合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打起精神。你可真是个有活力的老板。超越隔壁公司了吗？你在做梦吧。医生怎么说？社会道路都在走，做人做事别太梗，只要努力就能超越。别人公司环境那么好，我们环境欢迎来搞。他们885，我们就996。刚才让老子打。哎，你个铁憨憨，怎么能口吐芬芳呢？我会适当加点工资的嘛。所有的车都开过了，以量取胜。你可真是个好强的老板。为什么请假？家里有事。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请假能不能有点创意啊？我明显的发烧，想请个假。我看你烧得很。需要安排个退烧针吗？我明天要请假，和女朋友约会。你先照照镜子，诚实一点。去调查一下。喂，沈腾，钱已经挣了。这个号给我注销了。我也要请个假。爸，你都没上班，请什么假？我今天不想当你爸爸了。这都能请假？我 QQ 号被注销了。你可真是个宽容的老板。喂妈，把我不咬喝了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钱，买好邻居。年底公司上市，各位都是大股东。你要不
用力，不能看下力。想得到他吗？好好干，眼里就这。真是个称职的老板。美女，手机还是现金？来现金吧。这鬼魅的眼神，贝格斯鉴定完毕。还真给机会啊，妹妹。手法熟练，还是个惯犯。我没有零钱，我还是用手机付吧。迎接审判吧。今天不抹粉，谢谢。年少不要太轻狂，做点正事。你是谁啊？无名英雄。我想看武功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其实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老公藏私房钱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走廊上这么多头发，谁掉的？我掉的，怎么了？掉了不知道说一声啊！我就不说，怎么了？以后记得说一声。我凭什么说啊？你不说我怎么帮你打扫啊？不知道会影响健康啊！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哎，你没吃饭，一点劲儿没有。对，我就是没力气，怎么了？你没张嘴吗？我这种抠门小气又事儿多的老板，吃我一点东西怎么了？梦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整天哈欠连天的，没睡醒啊你！天天起大早上班，打个哈欠碍着你了、啊？我最看不得你这种，你看不得把眼睛睁了呀？困了不早睡吗？等猝死啊！盼了好久，终于盼到今天。最近大家状态很糟啊，一个个没精打采的。当然，社总为了陪同学失业，我们都熬了好几个通宵了。对啊，现在都是凌晨了，饿都饿死了。你们没长脑子吗？不知道吃我准备的夜宵啊！妈呀，社总哪里整了这么多白象拌面，真破费。放心，这是我前两天刷视频抢到的，一箱12盒的白象拌面，肚子饿的时候吃这个很方便，一泡一拌，3分钟就搞定了。不辣的都有，麻辣小龙虾、椒麻鸡丝、韩式火鸡面。出差旅游、露营啥的，带一个在路上吃可太香了。小龙虾面麻麻辣辣。校总健康小课堂提醒您：放下拼命情节，呵护自身健康。